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在接下来来教这个梅花。这次呢，上次是我们画的是白梅是圈的，这次呢我教墨梅，再附带一点就是彩色的梅花啊。那主要是墨梅，彩色是它呼应怎么样变成彩色的梅花的画法，同时呢就是这个干，这干有下往上走的方式，也有上往下走的方式，那么我都让表现啊，怎么样来表达这个感的方式啊。今天我们教的内容是越来越复杂一点啊，在四君子里面，这个梅花是最难的一项啊，但是练好的话，你几乎国画就成功了一大半啊，因为它呢是线条的变化啊，那就这个人家讲的，你画一笔就知道你工艺有多强，就是讲你这梅花线条，看有多强不强啊。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啊。现在我们开始就是画梅花的梗啊，我先跟各位再解释一下啊。那么也是一样，淡墨加浓墨啊，笔头是浓的，笔肚子是淡的。我们前画的呢，因为从竹子开始，竹子我们在初学练习是从下向上推杆啊，推杆，但是我们熟练的时候也会从上向下走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表达一下啊。我现在呢，比如说我从下往上走，是粗渐渐到细，由浓渐渐变淡啊。上次我们画的是这样的，你看一样哈，粗一二为三四五啊，这是从下向上走啊，然后浓的，比如说穿插铝字穿插在里面啊，好，这个穿插到里面。这是讲上是从下向上走。今天我这一章呢，主题里面是从下向上往下走。那你看怎么又是怎么走法了啊？淡墨带一点这种浓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不会从最梢头走，我会从这个竖的那三分之二啊。或上半段开始向下走，那就是往这边走，多半因为这样的手比较顺，所以说多半上往下走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出来的，当然也可以上往下走啊，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怎么办？各位看，好，顺便我再讲我的笔，我们今天以往都中锋，它再粗也就差不多那么粗。那如果今天我想画稍微粗一点干怎么办呢？把笔侧锋。好，现在我下去，我先用中压到最粗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这时候我要倒笔变侧，因为我这边比较宽啊，就会变成侧锋走笔，这是一个杆子的变化，这是中锋走笔，这一次我会用到比较难一点了，侧锋走笔了。好，各位看怎么走，怎么走笔啊？看，回一压，再压倒，整个笔，我的笔开始倒了，中侧，你看从这里到这里变出侧下来。这边浓，那边比较淡，那这边起笔我要去接应它的时候，我不能用这边的淡去接应它，两会脱节，所以我要舔回这里的浓，到这里的浓，从它不要从上往下走，接应它，回锋，一二三，这两个浓淡粗细要一致，它的笔气才能够关联起来啊。
这第一个在杆上，中锋、中锋、中锋、侧锋、更侧锋，一样，吃逼要进去，啊，我们这个东西要吃进去，好，一样，你看，回，呀，一、二、三，吃，穿，这里我们可以让枝，我们可以不画它，让花。就是花会在前面啊，那比如也可以这样，你看进去就哎，它先预让一个东西下去，好，然后穿，你看，他对他来讲一一二穿，他对他来一二穿，吃走。像每常常顿笔的时候给他一个点点，他就会产生了那个转折啊，穿，你看很用很多很多铝字，回风走，穿细笔，注意到拿笔出去不要飘，不要飘哈，不要飘笔，好，不怕穿啊，你看吃吃啊，你看这样这样穿细笔啊，一样，这要吃进去，这要吃要吃进去，好，来，回，一二，吃，好，让，他很多会让啊，很多会让，你看，穿，一二穿，一二。穿，好，树木用铝字画出来的姿态越巧妙越美，越巧越奇越美啊，很奇特。就今天我来照相，去照一个花姿态，它平平呆呆白眼平的，你也不会想去照它啊，你就不会想去照它了啊。那细枝上面我们让，有时候让就准备等一下留一个花苞的位置，在那个地方啊，这胎啊，胎也要这样吃进去啊，吃这样吃啊，注意到这个呢，就是从下往上长的一个枝啊。那这里看这一胎奇的，我们要破它，可以一二三，不要让。不进它，另外起一只，是穿，可以这样穿，可以这样穿，你看 ，OK， 穿，啊，一二，一二穿，你看，它就会有很多很奇妙的姿态会出来了。你只要善用铝字，你看它的姿态就很奇妙。好，同样你发觉，啊，我是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，啊，这边一组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哎，让它好，枝就是一个架构先起来啊。基本上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现在加这一枝？因为你看这边我产生了一个曲线。我们在画画呢，基本上就是。以前我演讲六个要诀，六个字啊，疏密、浓淡、参差。这里就是密，旁边呢没有长花就是疏啊，然后有浓淡是必然哈，就浓啊、淡啊，都有啊，浓淡、疏密，还有参差就是高高低低，不要整齐。好，但加下来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花。装上去，上次我们浇的是白的花啊，那么这次呢，我它是两只了，它不在一起的时候，好，我这次挂两个下去，好，那多的呢，我画点的叫墨，那这个少的呢，我们还是复习一下上次的，就把它装上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。
十五，啊，好，这个我们把圈的呢复习一遍，好，点起来圈一样，正、侧、反、大、小，这是侧，这是正，啊，点的时候用龙的下去，点起来，侧、点心的时候要仔细，慢一点，不要急躁，啊，你不要看我点很快啊，都慢慢想它是正还是侧怎么样啊。那点心花托要非常的浓，非常的浓啊。好，这是全美。好，在这个我们换一个方式了，这是换什么方式呢？点眉，眉有两种，我们这次点用墨，墨淡墨，我先淡的墨，头上呢蘸一点点墨啊，然后头上蘸一点点浓浓的，好下去，你看啊，我的墨有淡墨浓墨梅花，你看怎么画？一揉一下，揉一下，笔头在，笔头在那边，笔肚子在淡的，笔头比较重，啊，揉一下，站，笔头不动，笔肚子稍微动一下，就揉出一个点，啊，这样拖，对，开了，再大一点，哎，就开多一点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再来侧，变扁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再来正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画它，五画它，你不要连续画第四，画不下去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看，注意到动作。笔头不动，笔屁股甩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圈圈。你看，把它画起来，这是墨梅啊，墨，我画墨色梅花。第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样一支，好，正面、背面。侧、正、背，侧一二三，看啊，要很浓，这里打一个，你看，侧、侧，啊，这里呢？画一个圈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来这个一二三四五，背后，啊，这个是正，这是背，把这个装上去。装上去会成为很特殊的，很少的画眉，画墨眉，但是墨眉画起来很雅啊，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雅致。注意到里面要有点浓淡，笔肚淡，笔头有点深，用过分深啊，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都在揉一个圈啊。那两种笔法啊，初学
甩一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如果熟练一点的时候，回就是一个吸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往中间带，往中间收笔，这两个都可以。这是初学，啊，这少一点，第二步了，基础一点，就是，但是看起来是一样，啊，你就注意到，好，往上装。往上装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肚子要淡，别的肚子要淡啊，上去它才有出来，一、二。三四，这里是五，啊，注意的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呢，就是细枝多。粗枝少，细枝分布越多，我们的花分布也越多。然后就注到外面不要整齐，不要整齐线，不要整齐线啊！你看，就是它呢，好，只要我们把它再用黑笔黑的点花托和花心，它就跳出来了，它就跳出来了啊！它比它重，它重，它比它还重。哦，墨梅很少人画啊。那你会画墨梅画起来的时候，人家觉得你很高档，哎，你就是虽然基础，但是他看起来就是说，哎，你这个很雅，墨梅啊，墨梅画。画这个花心的时候要很挺拔。像一根钢针一样的去处理它啊，但是又这个点的时候要沉一点啊，不要很快的去点它啊，不要很快的点它。我们画画的时候没有快笔的啊，就熟练。熟练不熟练，不要很轻率很快。好，因为看这次比较困难，因为这个越是墨的越困难啊，困难。那会了它以后，下次也没就是红，我们就画彩色红梅，这就是。白梅、墨梅代表任何颜色，它可以代表红，它可以代表还有绿梅，啊，它的墨色的梅花，梅花看着很高雅，但是画法是一样的，就先从这里练习到，你会画一个，个个会，你会画一个就个个会，就再我们再讲一遍，笔头不动，笔后面动，揉一下，揉一下。啊，第二个画法，回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这个时候走法不同哦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画，以前画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，人有惯性，
当你代笔的时候，刚好这过来就要带过它。它会刚刚好，但我们一个一个的时候，势要在这。我们连笔的时候，一二三四的，一二三四在这儿啊，这是人的一个习惯性啊。当你们画多的时候，会有这感觉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讲到的就是墨骨梅花，这叫墨骨，这个叫做墨骨，没有骨头。骨就是线，它没有线，就是墨骨。那这个就是这线啊，就是这叫两个不同的黑白，两个不同的颜色啊。这次功课也非常重，在所有四卷子里面，梅花的功课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，但是要比其他的哈半小时四十分钟的内容还要多，还要重啊！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。